在我父执辈之前有转述出来。其实竹围以前叫做小八里坑，以前竹围树莓坑后面都是那个、啊、都是山坡地、啊，都是梯田了、啊，那、啊、现在都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也很多竹围地区，你现在看到竹围地区90%都是田了、啊。不是9%，95%都是田，然后很多工厂就没有办法生存，没有办法生存，就把工厂一直迁到竹围这边来。早先进来都是砖窑厂，比如说瓷砖啊，做瓷砖的啦，做瓷器的啦。以前叫做有一个现在幸福社区啊，以前叫做奇隆窑业，奇隆窑业，啊现在的，你上的那个厂，以前有大同瓷器。那是比较早的，以前早期来都是窑业，那接下来就是慢慢走入一个比较工业化的时代。那现在呢，最大的改变就是看到都是房子，看不到绿地，那只有一个像样的竹围公园在民生路那边，不然就是你要到民生路的后面山上才会看到那一些保护区禁建，但是也越来越多的农舍开始盖起来。